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，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。过了某个路口，你就会看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，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，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，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。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又错过你，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终于等到你。哇，没有直接买鱼丸的，只能就是送礼物还返你，现在返的，有必要这么抠吗？等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。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又错过你，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终于等到你。可以的，你看你们就是不会送我礼物的人嘛，送了的话都知道，扎心了，好扎心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要错过你，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终于等到你。啊？不是，我觉得茶姐姐在套路吧？明明就是充值，还有就是送礼物，明明就返鱼丸，她偏偏说没有，她就想套路你们的礼物，是不是这样？